们在外里就认识。外里。我们刚才说那边。是怎么认识？就自然认识的。住在那边呢，聊天呢，在那边很多认识。住在收容中心就算互相喜欢了。对啊，他跑去我们，他就跑去我们那个女生的宿舍里面，结果被那个社工看到，他要监视器的，就给我们赶出来。对啊，在我的面前牵他的手出去啊，他喝得烂醉的时候牵他的手。啊，有没有会怎么样吗？那还会尴尬啊，谁认识的人被他不认识的带出去，他又跟别的男生在一起啊，就在那个隔壁那间。在船上跟那个不认识的男生的被子盖起来，在玩那种事，很难看。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。他也会害怕人家说他跟谁怎样。我有说过啊，他那个女生就是另外一个男生带来这边的。他又来找他出去，两个牵着出去。我说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看谁的找得多啊，你去找，我也会去找。他跟那。之前你有看到那个女生啊，最念的喝酒最念那一个、啊，跟他吵，他拿那个铁条要打人家，人家报警抓他，两个都去派出所，去做笔录做好像是半个钟头吧，他们两个都半，一个五分钟就出来，他应该是半个钟头。我都话半点话钟，我唔知啊。反正你两个，两个都相对骂就对了。有喝酒，两个都有喝酒啊，喝酒在对骂。他天天都在喝酒啊，讲啊讲不听啊。我被他打得很惨，整个身体都是淤青，还有流血的。我这个眼睛差一点点被他打到瞎掉啊。他就喝酒喝到帮打我啊，没有牙怕不？没有钱可以喝酒，你有牙怕不？拿东西打我啊，你有牙怕不？都是为那个女生啊，也是为那个牙怕我啦，为那个老女生啊，每次都打我、啊。你无牙怕啦，你家己唔敢承认啦。他敲我的脖子啊，啊把我的头、啊。压在这边，压在桌上。因为他风北差了。
跟他讲叫他去上班，他不上班啦、啊，每天都酗酒啊。他没有钱就是掐我的脖子啊，拿不到钱就是酗酒啊。你有办法我啦？还是讲要讲一解，我会讲的。啊，你若要搁咧记无紧啊？你要讲我咧，准备一头安尼，你去派出所啦。你去，你又袂当出来。我来遮也袂当出来。我只看你多少酒。昨天喝很多了，他一天就是喝十几罐的米酒了。他每次喝酒都在闹啊，你看，丢到满地都是啊，你看乱七八糟。我叫我弟弟报警了，他就拿那个刀子要杀我啊。有一个西瓜刀，昨天被警察拿走了。你看他这个刀子都在这里啊。都是刀子啊，这个刀子，每天喝酒，在这边闹那边闹，这样就是要钱的、啊。他也是杂货店一直给人家欠钱，我每天都要去卖回收，每个月下来的钱都要拿去还，帮他还债、啊。他还不满足啊，每次都带女人来这边的、啊，没有两个手牵手出去的、啊。我说你给我当什么？我不是那个呢。发酒疯，根本说我要拿刀给他砍。我在隔壁聊天啊，我都没有怎么样啊。他说我要拿刀给他砍。有个夸张啊！我昨天去领那个便当，那便当给我甩出去。哦，就是旁边那个。啊。旁边那边那个便当。对啊。神经病。之前那个我说那个香港脚那个就是睡这里，跟他睡在一起，他又换一个胖的，他也是睡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宜兰的，他神经也有问题，他也跟他在这边，还有两个牵手出去拿钱拿我的钱给他那个女生，我就不想给他了。他也没在工作啊，他不想工作啊。上次跟你们讲说，可不可以让他去看医生什么？他都是骗人家的，不要给他。不管他、啊。不是啊，你有时候有的事情，自己搞自己的啦，还不是我，他们自己回来睡觉。那你们通常这样吵架会和好吗？我们差不多啊，不要理他啊。自然他就好了啦，不要理他就好了。算了，不想跟他再那个。
跟这种人在一起实在很累的。我是住在这边住得很习惯，不想出去。这边又不是不用房租什么，我只有去剪纸回来卖而已。我在想啊，想要去哪里比较好一点。没有，我会身体会被他搞垮。我说我自己找一个地方住，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。很乱啊！那你看，我回来累得要命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本来不想剪了，我叔叔一直叫我回去桃园。我说我假如回去，他一定会被绑走，他就完蛋，一生就完蛋了，手脚会被砍断。南雅夜市的人哦，那。只有我叔叔开口他一下就下来了，就要把他绑到那个山上去了，挖一个洞让他下去了，而剩下一颗头而已，那就是不能动我，动我他就完蛋了，我才会，我走，我说啊，你赶我走你就完蛋，你一定会被绑走的。我为什么人一而再再而三再忍耐，他也给我赶了好几百遍了，闹好几百遍了，我就忍到、哦、他也没赶，也没有用。我跟他说他听不进去啊。你写安怎啦？我说他不配呀，他蠢。你话人咧讲话，你写安怎？没有，他钱每次钱都放在口袋会掉啊，他这种裤子会掉啊，他酒醉我都给他拿钱，他没有他一直喝也不好，对他的身体也不好，像一个大便。我问他的，嗯，你过来那个。嗯，对，对呀，对呀啦。
他是，嗯。我都没钱啊！我嘞嘞，你唔知我拢辛苦，哪里啊？我辛苦啊！你拢不爱做我做？我哪有做？出啥？我再去出沙发，那也不是。哎，出了啥？出了你啊，出了啥？你想我死也出了我。啊，无你就位倒来。